唐念僧送到自己出入息念，一口气念，比如说啊，大声念，那么假使短念的话，有好多种方法，你们慢慢体会，慢慢去体会，一生都讲不完。那么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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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阿弥陀佛。你没有计算吧，我刚才只一口气念了几声，中间不准呼吸哦。这一口气念完了，不管念那么晓得自己气没有了，嘴巴一闭，不要吸气哦，心也跟着没有杂念，宁静下来，他自然会呼吸，就是阿耨多罗出入息了，自然呼吸，呼吸充满了，气充满了，念头杂念就来了，跟着就念，不杂念。这个念法我们叫做肉包子打狗，狗就是我们的杂念，杂念一来，肉包子就阿弥陀佛砰一打，那个狗就吃肉包子了啊，就把狗吃掉了，杂念就没有了。先要静下来，事故无人，旁边人要忘掉。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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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什么都没有，念头自然空了嘛。不过大声念呀，还有一种呢，初声念呢，真刚念诵，就是密宗念咒咒的方法了。后来有一个人条子写跟我要，我说嘛，多传这个咒子啊，哎呀，不要贪心了，哎，你只要一声符号你就成佛了，要咒子干什么？就在昼夜，你念咒子，给老子，给老子，给老子，你念下去，那不是咒吗？咒人嘛，哎，啊，不要咒子，真刚念。所谓真刚念诵，注意哦，你们说密宗的大概哪些上师给你灌灯教了没有？真刚念是寻嘴唇不动，牙齿不准动，嘴巴尾张开，舌头在弹动。这个方法说好了，就是真正的你们说什么气功，这个比什么气功都厉害，就是真正阿耨多罗这个声音发的是啊，从丹田就是啊上来一直到顶中脉的，再把它震开了中脉的方法，真刚念诵，记住啊，嘴唇牙齿不动，一口气一口气念。你看，所以假设说有修行的这几个喇嘛和尚，我们坐在一起一念，一个人在外面一听到就会站住了，给这个音声啊会定住了，心里杂念烦恼会清净了，孽障真会消了。嘴中没有动啊，牙齿不准动啊，舌头里头自己两个耳朵不听外面，回去听自己声音观音啊，两个耳朵眼睛不看外面，反照自己的心声啊，心的声音了啊，身体打坐定音，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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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气，我中间临时换了一口气，因为太累了啊，临时换就是偷巧。你看我在中间呢，嘴巴马上正刚把嘴巴一闭，鼻子把气换过来了啊，那个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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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越念你气越长，你命越长，无量寿光福不是假的哦。这看到没有？来，你给我来来，你不是佛修很好吗？不好，就好好去说。连我都收，你还不收？啊，就是这样，你不要轻视了他。所以大声念，为声念。自己耳朵受观音法门，不听外面声音，回转来听内在自己念佛的声音，越听越定，正如念佛三昧，眼睛也不外看了，这个声音只有自己听到，别人听不到，未声念啊，还是一口气一口气，为这个声音为的只有自己听到啊，慢慢听到声声，最后就配合观音法门，百万万事自性圣境，这就是密宗。你们跑西藏说密宗，现在有几个有收成，我也不知道，我都传给你们了，一点都不背密，什么背密到我手里就不背密了。到整家强强问了，哎呀，男老师，我说我不是老师，我是诚恳真话。哎呀，你有，我说道是天下的公道，不属于我的呀。我不过先知道了，我转告给你就是了。不能有私心的，私心不叫道，道是天下的公道啊。这样懂了吧？啊，念佛，尾声念。还有一个呢，于前念，就是于前世的冷面前念，既不出声也不为声，心里头念头在念，耳朵回转来听心里头那个念头，眼睛回转来，六根都回转来，所以冷面真，你翻开冷面真，大势至菩萨念佛远通江，把念佛到修成开悟成佛之路三四个步骤都告诉你了。第一步，大势至菩萨告诉你多摄六根，一句话，多摄六根，多就是龙种，把你眼睛回转来，耳朵回转来，心里不要乱想，统统在念佛的心声上面，多摄六根啊啊，正念相继，怎么叫正念？你念念念念到后来，杂念没有了，念佛这一念也没有了，没有了就没有念空灵的，这个空灵这一念就是为心净土，心就净了。你说这个上面就定下去。就是念佛三昧了，只不过有一点念头一动，你心里头又念佛，那么那么那么，我现在念出声音给你听哦，这个心念是不念出声音，心里头念佛声音，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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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到了都是六根正念相继就对了，啊，正念相继，这个正不是清净的净啊，干干净净哪个净啊，就是净土的净啊。
八十字菩萨念佛愿通章，把所有的秘法都传给你了。念佛多好，好，咱们灯光关了，看佛光接引，全堂一起念佛，大声念一堂，很短时间，试试看啊！修色熏心。现在我们不叫规矩，也没有打引擎，也没有围炉啊！我一开始，即便你们什么时间跟上来。也是中间我就停了，你们就念下去哦。可怜可怜我的喉咙啊，慈悲的啊。修舍生生做好，不一定合掌啊，念佛的。这不是禅吗？这不是净土吗？净土禅，一切三昧该无差别，不二法门。好好修持，而且再还告诉你，你们有没有自己的感应，自己都知道，不要以为有个特别感应，内心就清净，最大的感应。念佛，你看密宗，你们有人写条子给我，希望传晓得我是什么几密宗的，所有都是大阿舍利受苦这个观等在，我从来不谈密宗。啊，写作懂了就是密宗，你要传就是我告诉你啊。所有的咒咒，所有，不管是懂得东密西藏的密宗，所有的咒咒集中起来，最大的咒咒就是普贤真刚萨埵的根本咒，他早就清楚了，就是密宗所讲真刚萨埵，所有他的咒语就是一切咒的根本，只有三个字，三个音。嗡嘛哄，嗡嘛哄，嗡嘛嗡嘛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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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普贤如来根本就，嗡是头部音。假设你正在伤风感冒头痛了，一个人修行啊，没有药感冒，嗡啊哄，用头部的音念，譬如念六字大名就嗡嘛呢叭咪吽啊，你们光听哦，这个时候只能用耳朵咯，
不要再看我，没有用哦，不专一就不修不懂了。头部嗡不得音，嗡嘛呢嘛呢嘛呢，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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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头部的音，嗡这一部的音，啊，胸部。胸部的音，嗡嘛呢嘛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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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这个时候眼睛看虚空藏，啊，前面人啊好，墙壁也好，佛也都空了，嗡嘛呢嘛呢，嗡嘛呢嘛呢，嗡嘛呢嘛呢。连阿弥陀佛也一样，就是阿部的音，轰，丹田音。这个时候在阿罗波呼吸区，等于丹田就到喉结来了。例如，哦，来来来，这个念佛，来来。是轰鼓的音，你懂了这个一切数字就有了，也就是观音法。好好念去，诸位小兄弟们、小妹妹们，好好修持去吧。诸位，软书法门唱念，我们上课堂有时候唱念，早课晚课。尤其我们学佛的，记住两句话，你们至少看过刘备在白帝城屠孤，你晓得吧？应该知道，把儿子阿斗屠给诸葛亮，然后告诉自己的儿子，莫以善小而不为啊，莫以恶小而为之啊。你不要看刘备以为是英雄打天下老粗啊，刘备、曹操、孙权书都读得很好的。那个江东刘表在三国时代是已经专门研究已经的易学大师啊。因为古代这些人都是文物双全，所以小说家且关公喜欢看春秋，春秋是最难懂的一本经书啊，孔子的巨著，所以关老爷看兵书不是看能看春读春秋，他是研究春秋的专家。中国古代是文物合一的啊，许多大元帅都是文人啊，学问都很好的，不像后代，后代到文是文，武是武，分开了。所以刘备临死以前吩咐儿子，莫以善小而不为啊，不要认为一件小善的事情不去做啊，好让我们手上还早晚功夫，那个坐在那里唱念，随便敲一敲某一打有什么关系，这个关系。莫以恶小而为之啊，不要认为一个小小的外坏事不属于小规矩，马马虎虎，甚至穿个鞋子走个路，就被这么一甩，吊儿郎当那个样子，威逆不敬，以为这个是小事啊，不行的。你看一个打天下搞政治的都懂这个道理，积小就任称多啊，累积起来就不得了。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早晚功课，你看有围炉映衬灯一敲开始。
啊，然后就举枪啦，一路下来，等最后大家站在那里。不过现在早晚空会有些，这一点不大合法。一敲完了，大家准备下殿了。实际上，早晚空会最后念完了，这个前锤就等于我们禅堂这个香板。大家当时一震，就站在当场，你看一路念下来那么多。如果全场做完了一堂功课，差不多50分一个钟头，啊，至少念完了，就在那里一定，就是这个正该啊，处处是浮华，随处是道场，不要轻视啊，不要轻视啊，而且修行的道理，即使要拿一个香板，拿一个鞭子打自己的。要鞭策自己，你们都去不服修院，下一代是不行，不行的。懒惰更严重，所以你们都会讲，应该比我还会。懒惰是很严重，下一代不说懒惰，下一代等于我们现在讲马虎一点，不彻底，马虎一点，啊，这就下松懈。现在两个字，对啊，我讲的，啊，你一下子，这是古王松懈，松了，叫懈，怠慢，怠了就我慢，就当我不在乎这个，我慢就起来，所以活起来叫懈怠，松懈我慢就来了，不可以，不是那个规定不可以。我们学佛是自修，自己反照自己，鞭笞自己，拿鞭子打自己，啊，要求自己，不是要求他人。要求他人倒要宽松一点点，要求自己是一点不能宽松。这就是儒释道中国文化最严重的地方，啊，所以念意在己，宽以待人呐，儒家道理就是菩萨戒，戒备自己非常严格，要求人家比较是宽大，念以待己，宽以待人。嗯，这就是佛法道理。所以我经常说，儒家立学家就是佛家的律宗，立学家佛儒家。空门之道就是佛家的律宗，老子庄子就是佛家的禅宗，啊，风流潇洒，很解脱，不在乎，啊，这三家合起来这么一个规范，这个道理是大家了解。另外，我们己所向无讲的问题，中观大概也提了一下啊，中观正见，唯识大概也提了一下。哎，现在回到我们的本题了。本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5天以前开始，我们这一次叫做，不要忘记哦，昨天朱博士也提过，我们这一次叫做生命科学。与禅修实践念着我，这不是随便讲的。接着讲到把宗教、佛教、儒教、道家统统拿进来，中西中念着个生命科学的，就我们大家所了解的。佛家、儒家、道家，甚至佛教的密宗、显教，大开都介绍了一下。为什么那么科学讲得那么好？有个大问题出来了。玄奘法师
在第八阿赖耶识的规矩中，我们先讨论成为识论啊，什么大家有些外行跟你讲些太麻烦了。就拿玄奘法师八识规矩中的第八阿赖耶说的话，第八阿赖耶是上回介绍过了，就是宇宙生命我们的根本啊。第八阿赖耶是第一首偈子，第一首偈子啊，浩浩三藏不可从，原生七浪正外风，受生此种根生气，去后来写做主公。就是大家要找的自己这个生命根本，在没有明白、没有大彻大悟、没有正得成佛、正改成佛了，这个阿赖耶识转变了，所以阿赖耶识也叫做，也有个名字叫依熟识，因果报应、三世因果、六道轮回都包含这个功能啊，天堂地狱都包含在内。那么这个除了成佛再转了，变成大圆正智，在法佛正盖都属于阿赖耶识啊。那位同学你看什么？你眼睛浩浩三藏不可穷啊，浩浩是形容词，等于我们讲佛经啊啊，这个浩浩的像大海一样形容。三藏，这个三藏不是讲僧侣人，讲第八阿赖耶识，它的功能。譬如现在科学讲功能，功能是唐代佛教里头反正创立的名字，现在自然科学也用了。阿赖耶识的功能，三藏能藏、说藏、智藏。什么叫藏啊？生命功能像一个宝库一样，它要无比那个核子发电厂的那个电源，它的能力、它的保障、它的能力无穷无尽，所以叫藏。藏在哪里？宝库能藏，它的功能所藏所包含的东西太多太多，它的能量智障，而且自己抓得很紧，所以叫三藏。讲阿赖是浩浩三藏不可穷啊，不可思议。你普通的智慧不到了大智慧成佛正改，想了解生命功能，宇宙万有等我们的生命功能，也根本是不可能。原生七浪正外风这句话，玄奘法师根据楞伽经来讲的，它像大海来的波浪一样。你这句话就注意了，他说我们这个本来的生命啊，就像大海。你看大海台风一来，外正该动起了大台风波浪，你说波浪起的这样动，我们为什么要地震呢？地球上也是起的波浪，地大起的波浪，所以发生地震。因为这个地球啊，有一天翻过来，现在科学家都在担心，担心这个地球快要翻转了。翻转，北极的冰山也化了，现在北极的冰山，所以地球上的热度增得很快了。大家科学家担心地球要毁灭了。毁灭我们很简单，不到一秒钟我们生命不要吃安眠药就已经没有了。北极的冰山慢慢的融化，海水四大海水在成长，将来以后将来砰一个翻身，我们都在下面变虾子啊鱼啊鳖啊
下面这雨下到山上来了，你看海洋，海洋里头深海里头那个山上来，就是今天的喜马拉雅山啊什么啊，这还是小的灾难劫难，不是大劫哦。这佛教几千年以前都说过了，现在自然科学担心这个是会来的，不过不是明天，不要紧啊，大家回家还有时间的，放心啊，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大海风浪那么大的时候，你说还最深的深海有动过没有？还是没有动哦。大海的波浪会把大人船游人都可翻了，但是最深的深海还是没有动哦。上升到什么？这是海洋学了，要到你哎，你要科学就要带上氧气，带上面深入到海底你去观察。所以这个上面啊，下面风浪多一点啊，再到上面大风浪，大风浪外面的表皮上啊，那个水花小浪啪，那个分开就是前五十大风浪的中心就是第六意识，第七是海洋中升起来，那个柱子，大台风怎么来的？你看庄子，中国的庄子一句话：飓风起于平谟。大风怎么讲飓风？在当我们夏天站在水边一看，水上有浮萍。忽然这个浮萍啊动了，摇了几下，就看到一股力量，一股气，就在浮萍的下面去上来就转动轮回，转转越滚越大，整到天空就形成了台风了。所以飓风起于平谟。我们做人也一样，坐在这里小小一个念头，你觉得不注意就形成了就大坏事了。所以不要以小善而不为啊，不要以恶善而为善。所以海洋的钟声就起来了啊，郭贵正，你把握时间啊，你不要捞鼓哦，捞鼓啊啊，那么我等一下讲也可以啊啊啊，那么起来就形成了，所以月升起了就形成我执，每个人的我相。由第七识摩罗识到第六意识前五识都是这个还这个根根下来，所以他呢原生七浪正位风外正盖无知，外盖影响心理，心理又影响了外盖，这个禅堂怎么盖起来啊？老和尚动念头了，心理啊，理居士肯做功德了啊，两个念头一动，老天老和尚来盖，他的盖就盖起来了。外正一动，原生七浪正外风，这股风一散，波浪更大，浪更大，风更凶，越凶越大，越大越凶。这个是个生生就这样来的，原生七浪正外风，受生这一来了以后，这个生命第八来是。受生啊，此种受生，你那个写错了吧啊，受生吗啊，受生此种根生气就变成身体，根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就是脑筋啊，气就是物质世界，这个地球这个虚空，所以人的生命跟这个宇宙是一体，都是阿赖耶识演变起来的，去后来现就不主空，投胎第一个先来是阿赖耶识，所以自己不知道第六意识迷糊的昏迷，一片无明，
死的时候第六意识人接不知道了，死了昏迷过去了，阿赖耶识的功能最后再离开这个肉体，去和来些做主公，这些都讲了。好，问题复发，有一个东西，嗨，你既然讲自身本来清净圆明，对不对？为什么会这一动动出来山河大地？等着我们要问。好，你上帝真多余，你说上帝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世界怎么创造的那么差劲，很复杂，有白天也有夜里，生来也要死，你这个上帝一天吃饱了饭没有事搞空事嘛？如果你创造一个世界只有白天，不需要有夜里，什么发明电力啊电灯公司都用不着了嘛？而且上帝造人，我以前讲给他们说笑话，你说人是上帝造，你那个上帝你莫名其妙都造错了，人就造错了。我年轻就讲人怎么造错了，诶，眼睛生错了，生在前面生在后面，免得出车祸啊，鼻子造错了倒转来，牙刷啦筷子就可以插进去了，嘴巴也造错了，插在头顶上要吃饭，轰动一下就完了嘛。耳朵也造错了，造一只猪底下，下面也听得见，而且前面造了那么多，后面一片什么都没有。你哪个上帝还要跟我做徒弟？哎，这是笑话。这个世界怎么那么呢？都是阿赖。那么既然清净圆明会，为什么变出世界与众生来了？为什么要变？你查遍了佛说，管你讲什么，哎，这些问题，无知是该心无意愿功能在哪？在楞严经上，刚才我师兄说，我这一套来专问你一个问题，是说有人讲啊，有些书在讲楞严经是假的，中国人造的，他很不平，当然要问我，我跑来他刚刚讲楞严经是不是假的，这么假的，佛说的嘛，我说这个问题我等一下会讲到了，当然是佛说的，只有楞严经在把心无意念的科学结合起来，六根可以并用，又就懂了唯识的道理，前五识第六意识都可以摆在明了的限量证上。假设限量证灵灵明明，一念清净，是万象该知的。譬如说大家都晓得禅宗难能不受，都是五祖的得法弟子，南方六祖啊，慧能禅师，不受是北方神寿禅师，实际上两个人见地邓界各有不同，这得法的道理是一个，神这个说难能不受神受，这一派就见受的路子如来禅，难能就顿受的路子祖师禅，这个作风所谓祖师禅如来禅，教育法上的不同，一个是差不多偏重于见修，一个是偏重于顿悟。顿悟里头也有不同，一种是用世间法最通俗最奇念妙语，一句很偶然碰上的最奇怪的话突然而出来，恍然悟道。一种是从有意逆的话而证入，譬如他两个师兄弟神寿后来在北方真正的佛教
在唐代影响一代的文化能够实行，神兽的功劳老实讲不亚于六祖慧能，甚至也可以说比慧能六祖功劳还大，对佛教改。因为神兽的产有教理，而就建修的路子是一般是知识分子士大夫阶级包括这些皇帝们容易接受。譬如神兽在唐高宗五载天的丈夫手里一直到五载天的阶段都是影响朝廷很大的，影响一个当政的政权朝廷那么大，当然对社会佛教的风气影响就大。这个时候六祖慧能真官了不起，是影响民间社会，是单线的慢慢上来，只要客观的研究佛教的发展史，这个禅宗的发展史要搞清楚，不然一般我看写了很多很多这个关键没有弄清楚。那么现在我们重点不是念咒手术，我们是讲我们很现实，传统人很现实，要讲对我们的修持成就立刻有帮助的。那么这个我们要了解，他两师兄弟做的节制都是同样有用处的。刚才教大家打正坐，坐正拐坐要六根并用，提到前五十中第六意识，提到唯识所讲的限量正盖。什么叫限量正？那禅宗所当下即是，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啊，不要另外永生去走个什么道。道理在哪里？神所讲的生是菩提树，诸位现在坐在这里既然不动啊，毗卢遮那佛七支做法身体都不动了，生是菩提心如明镜台，既不空也不有，既不压念头啊，也不故意起念头，耳朵也听得见，眼睛也看得见，统统都现成了，本来现成了。时时成浮世，物事在尘埃，所以故要起他杂乱烦恼来，多了就是自患其理，不加方便离犯即就本无此地，这就是扫把，留个念头来就把它丢开了。时时像一根明镜一样，一点灰尘都不把它沾上。假设在限量正盖上，你耳朵也听得见，眼睛也看得见，手也能够动，不是很好吗？知识成佛是物事在尘埃，这是用功这个路子没有错啊！哎，乃至行居坐卧之间如此修习，所以师父五祖一看到，哎，你看六祖法经怎么讲啊？五祖一看到这个节制。教持大家教持修行就行了，必有成就。师父讲的对啊，这是见修之路，一定有成就啊。你不能说神修后来晚年还是停留在这里吗？那么反过来，六祖当时所了解的，他是有意的针对这一首见修不灭着相，他要破见修的着相，因此他写道菩提本无树，四大本空嘛，此生也没有，明正也非台，所以有个心，有个清净，有个空，把这个清净空抓得牢牢的，那不是不对了，变成有了，所以明正也非台，本来无一物，本来清净，何处惹尘埃？一切声音过来，一切动作过来，有什么赞助呢？譬如我们外地来的许多同学，今天晚上等我们一去。到那个你南普陀那个大楼叫什么楼我也不知道，可以叫它花花楼，那么漂亮的啊，那么好的素菜啊出来，哎，现在在那里素菜到哪里去了啊？本来无一物，没有吃过素菜，
都没有了。蔬菜到八个钟头以后变出另外一样东西来，一点都不好。风子树的也一样啊，本来无缘无活出来尘埃呀、啊，两个是一样的。我讲这一番话叫你们现在，我尽管我是为了赶时间，为了你们而赶时间，不是为我赶时间。因为只有今天晚上明天我们偶然相聚在一起啊，哎，明天晚上也是本人坐上鸟背就呼飞走喽，啊，就是这样，如梦如幻，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么你说如梦如幻还有什么悲哀啊？因缘会遇是果报，坏事是还是有一天又碰到你们。哎，老师，老师长，老师短，老师早，老师好，老师不得了，老师死不了，啊，然后叫半天。还不是会碰见，即使这一生碰不见，他生来世又创造，哎，好像这个家伙我见过的，你也知道，好像见过的，就这样回事。啊，所以你们听尽管听，做尽管做，做做听听，听听做做，了悟方案，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不要要听的时候眼睛瞪去，像那个猫抓老鼠一样，嚯，瞪到那个老鼠洞，母惊不送。哎，你们讲猜话都这么猜的，这几句话说黄龙兰禅师告诉你们用功穿花都怎么猜，他形容的是令猫不鼠啊，四脚聚地，是令猫不鼠。黄龙兰告诉你们用功拆花头，你看这个形容的多好，令猫不鼠，那个好的猫抓老鼠的时候，过了两个眼能瞪到那个老鼠洞啊，令猫不鼠手脚准呐，四只脚踏在地板上动都不动，看到那个老鼠眼睛目睛不送老，这个眼睛是歪都不歪，两边都不飘的啊，四脚目睛不送，四脚举地啊，目睛不送啊，首尾一只，那个猫抓老鼠，那个身体端端正正，尾巴翘出来，准备老鼠一出来，哗，一把就抓住。你们要用功念佛参话头，这样这样的精神，对吧？这个时候，你如果呢，这样四面八方都听到的老鼠猫抓老鼠那个时候，一点声响他都清楚，一点他敏感极了。啊，所以快的。因此告诉你们，现在我讲话不会妨碍你们，你去试试看，就当场给你试念。晚上讲到为时一切，讲到我们自身本来清净圆明，为什么会身处宇宙万有中这个物理世界，又变出个人来？既然本来是佛，本来圆明，为什么要动？这一点唯识已经别其他的讲的，其他的佛经你和般若经一路讲空，都讲形而上道，把形而下拉到形而上，形而下，形而上，形而上。这两个名字搞清楚了没有？搞清楚了吧？不然我讲得很吃力。诸位菩萨，拜托慈悲的，清楚了吧？清楚了。那个其他经典，什么空啊，讲的都是形而上，形而下的，是唯识中有形而上，到达形而下，分析给你清楚之后，再回到那个本来本体上去。可是讲的那么长，这个无理是盖中这个生命怎么出来呀、啊？要追寻这个问题，第一追寻楞严经，
楞严经不是伪经哦，楞严经不是伪证。你的性生怎么还听他们？他是心里不平，所以四川跑出来啊、那很不平，听到楞严经的伪证，我们老和尚不高兴极点，所以跑来。那、他说让我要大声讲楞严不是伪证，是不是伪证经？楞严经的经体怎么念呢、经体怎么说？大初等首楞严什么？中间还有两个字，主要想想，楞严经是真正的血与脉在一起的，这里给你，你不要说他们同学答不出来，你两个老同学也没有了不起答不出来嘛，对不对？所以啊，老蛙，那边在笑，那释迦涅法加血微笑，你问加血吧，楞严经是真正显密的秘密。但是楞严经了解了以后还不行，最后还要，所以讲生命的真谛还要追寻到密教里头、密宗里头的真正的教义，怎么讲生？到了密宗的真正的教义，真的秘密在哪里？你们知道，不是救女啊、观想啊、什么男女双修啊、双修男女啊，不是那些。真正的密宗的秘密在哪里？我们写教譬如说四大皆空，把五个心两个分开，而且认为只有这个心明心见性明白净的菩提就是佛，这个无啊，四大无理是盖无的。到了密教楞严真正盖心精神的无相的无，唯无的无也是无相的，心跟无两个，两个棱子是平等的。换句话，无就是心，心就是无，分不开。我这几句话你们记得哦，把我的话一个字不能说错了呀，错了要罪过，我吩咐你啊，不能记错了。你跟我讲讲，根据我这个讲法。全世界两千年前到现在有人跟你这样指出来说明没有，就跟你讲明了。所以楞严经不大如不是佛经啊，把心无不只是一元，当然心能楞严经重要两句话，心能转物即动如来，心能够转了无即动如来，但是我可以给他加两句，把楞严的内幕秘密再告诉你。无能转生，差不多一样的功力。所以佛说，诸佛菩萨有无边的人神通、无量的智慧，一切众生念力。佛菩萨的智慧功德有多大，一切众生的念力也有多大，两个平等。换句话，在这个宇宙间白天的光明有多亮，夜里黑暗同样的各占一半，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楞严经是真的密宗，也是真的显教。大福等修楞严啊，如来密因修正了你，是像成佛的真正秘密里头的秘密。你想做功夫修正成就的，是彻底的法门啊。诸菩萨的万圣包括在内，这部经是这样的，大家不能不留意它的整体。
所以我把人念成三藏白话，现在我一看我已经不满意了，但是我再教我下一道功夫把它完全三藏白话，不教这样的方法更清楚，那我没有精力没有时间。可是后代啊，事情不要做完，后面的人会接上来做的。可是我把楞严真的修行的最要的叫五蕴解脱，把最麻烦最困难都给你们集中了，附在楞严大义后面，五蕴怎么解脱，以及把楞严真的要点抓出来变成一串，这两篇你们同学们有我的楞严大义吧？有吧？没有？有的有看了没有？有，看了几页啊？大概翻了几页，经过的念咒完，大概没有，不是念咒我的，要你念咒楞严经啊。所以楞严对于修行是五蕴解脱，是渐修到证悟的法门。所以楞严经的结论，我们先讲结论啊，立须证悟佛说的尘物顿消啊，这个立须证悟尘物顿消，哎，那个来擦黑板的不要等他叫嘛，看情形就了。四肢渐收，应次第证。声音时有是灭从摄取啊，这是最后的结论的要点。懂密宗的修持，懂显教的修持，通通有关系。那他利益啊，佛法的利，形而上道的空的咒证，利须必须要证悟，利须等尘悟顿消，你悟到懂得了以后，不要死死把这个利抓住放在心中变成妄想了，你要马上把它等于一个东西很好吃的营养品吃到嘴里去了啊！我们如果把这个经文改成饮食的话，吃需快吃，吃了快消化，就这两句话。第一，立须顿悟，尘物更消，四肢渐瘦，应吃的人至于成佛之路要打坐起一直修行智慧再定慧这个功夫的话，不是说你懂了就懂，你懂一个空你脚懂了嘛，你就空不了。这个功夫实际的实念是科学，是知，必须靠你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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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的，是知见修因次第人。到了没有到第二步，你就不要讲第三步，到了第四步。所以别的佛经上说，二初地菩萨不知道二地的事，一年级就不知道二年级的功夫是什么，二地菩萨就不知道三地的事，你程度差一点就差一点啊。四肢渐收，应次第证，楞严经的结论是不是见受顿悟是一切的。所以生命来是阿赖耶识跟精虫卵子结合，一年来投胎啊，生命是灭从摄取。你现在要证得涅槃无漏的证盖，必须从生理上物理上慢慢抽一点一点小念，慢慢抽证过来，这是真实话。哎，这
所以他此经表明是修正量了你如来密应修正了你彻底的经典。你们很多知识青年知识学生都翻了，但是说你们真正知识念着过恐怕未必，因此我这一趟劝你们切切实实去念着，不是像就说这啊，就说这还是次要的，是想求自己修正，腿受不了放下，没有客气的，受不了不要勉强，勉强了将来你们初学打坐的千万吩咐你个话，次数多做，时间不要拉长，等到功夫到了他自己就会下去了。至于如果你硬想在时间上我多做一下我熬一下，你不会打坐了，你会讨厌打坐了，生理上都会起反感来了，倒好啊。今天先讲到这里。老师，我简单来报告我这一次的修持的一个经过。我认识蓝老师之后啊，参加过他的禅期7次，那么这一次呢，老师特别指定我用般若阿耨多罗法门。头一次我参加打期，我是临时看到一本《禅密要法》，休息的时间一翻就看到火大观这个地方，因为时间有限，我看了一页就上去做实验。结果呢，这差不多一两分，有一点影子了。这个火大观，比较懂得了一个火大观是什么东西了。那么这个增加我的一个信心。然后，第二次、第三次的禅期，因为老师的督导很严厉啊，所以我开始看《楞伽经》跟《楞严经》跟《禅密要法》。那么第二次、第三次我用的是不净观跟白骨观，那不净观用的结果呢还不错，厌离心可以增加，但是有一次在半夜里做不净观，忽然止不住啊，忍不住要想自杀，那跑过去向我自己房间把头啊撞过去，那么没办法，深夜只好求救安老师，总是他救我一命。那个时候他没有药方给我，也没说什么，我说我现在很想死，真的很受不了，我想把头撞到墙壁去了。他电话里传过来说你去死好了。那么一句话就全消掉了，不想死了，你叫我死我不想死了就好了。这是我的真正的经验，这个是一个不净观的一个经过。然后做练习白骨观，因为我是做外科而且是兼法医的关系，时常开棺验尸，看那个烂尸啊白骨啊看很多了，所以白骨观做起来比较不吃力。这个白骨观的好处就坐上去你那个身体的觉受很难，尤其是这个脚痛腰痛很不好办，痛得不得了，你要想诸心无常啦，诸法无我，那是根本是骗自己。一定要身体觉得你能够忍住，至少你能够不痛啊，才去参这些道理。你痛的还参我无常啊无我，那是我想我没有这个本事。那么做白骨观，有一点门路了，可以使你的脚啊比较少痛一点，但是时间慢，没有那么快。尤其是这个参那个左的大拇指二节，这个功效呢，以我的经验呢，不如我是观这个，叫我们叫做 sacrum， 就是刻骨，或者是腰椎啊，腰椎第四、第五这个地方。为什么我观这个地方觉得比较好呢？因为这一观的话，这个屁股啊可以坐上去，但是那个上头的腰椎二三四或者胸椎，在禅密要法里头没有告诉你去观这个地方。重点就是你说
他写大骨，腰的大骨，就是因为你刻骨这个地方坐上去，上头这个腰椎啊或者胸椎这个地方自然就放松。如果你不照这个观法，观上面一点的话，整个这个脊椎啊就停止起来，那不合乎道理。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观大骨腰大骨问题在这个地方。我就试了好几次，还是这个观左手大拇指二节，然后有一点影子了，转观大骨，这样去做。那么关于这个阿耨多罗这个法门，以前我有一个道教的朋友，他是教主，做得很好，打坐很好，他生病了都是找我看。我那个时候已经不晓得这个阿耨多罗法门，很早的时候，那么我玩一下，他要按我的脉，要看我。所以当他把我的脉啊按了的时候，我就把出入吸啊吸进来，慢慢突出去，突出去的时候我观想我本来没有，误会以为我有，带这个念头带进去，他在外面替我乱宣传，他说洪医师现在有一点什么道理了，其实是我玩的，我是骗他的。光要他把我的脉打脉把脉的时候，现在想起来那个就是阿耨多罗。你出气啊，把这个呼吸啊吐出去时候，不要等到吐完了再止在那个吸上，就是你慢慢吐的时候，吐出去的时候，同时观本来无我，这个是用意识观，但是非常有效。光随便让它吐出去，然后有一个时间你可以不用呼吸，等到再需要呼吸再吸进来，我把这个时间利用，我就停在这里，没有什么效。以我的经验，我比较笨，所以呢我利用这个吐出去的时候，这是我的一个秘诀，现在公开了，没有办法。这个带一点本来不是我，这个本来不是我，你根本不需要动个念头这个不是我，因为你本来不是你嘛，还要动个念头干什么？要好像带这种味道去做的这个吐息，然后你的脉啊自然就沉下去，几乎就脉停了。我可以停三四秒钟，他老兄要吓死了，在外面给我乱吹。其实这个就是很随便应用一下，所以自己的身体做实验。那么这一次，那么以前的几次打气呢，做过头一次是做火大观，那个是碰巧做成了。那么第二次做不净观是在家里有一个自杀的倾向，所以请大家特别小心。那么白骨观这些经过了这个之后啊，这一次禅期，因为老师说你这一次练习阿耨多罗，说专门这个法门，哎，觉得这个很快，非常快。那么有一点贡献给大家的是，这所谓很多法门你都可以用，主要是让你的脚啊不酸不痛，你觉得这个脚啊不痛，然后觉得很柔，还要带一点这个暖，温暖的暖的感觉，柔暖，脊椎自然就慢慢就松下来，我们叫做腰方肌啊，脊椎两边的拉紧的腰方肌，它就松下来，每一个脊椎跟脊椎之间的距离呢，哎，忽然你就觉得，哎，怎么搞，我以前那么紧张，那个肌肉的这个张力自然就减少，你就好像可以变成那个驼背一样，没关系，这个是过程。到了这个时候，你慢慢专注重在止上，因为你已经做到初息的时候把自己忘，带一点意把它忘掉，就进入到这个不需要再呼的这个时候，你就很安静的停在那里，那个腰啊，我是会慢慢驼下去的。那么这一次的禅期呢，我就发现啊，原来道家他们讲那个转那个合居啊，阿耨多罗法门一用了就马上晓得他们在讲什么。那么一个问题请大家试验一下，
所谓壮合就是任脉督脉，是不是前面走的是任脉，后面是脊椎，这面是督脉，到底转的时候是由任脉经过百会穴的头顶到后面这个脊椎下来呢，或者是从后面的督脉转到百会穴再下来呢，都是一个方向，还是可以互相交换，还是有的时候没有照次序，请大家自己做实验看看哦，不妨碍各位。那么所以不管是很多的什么道理，一定要盘上去腿，然后腿不让你发疼，不让你痛苦，觉得很舒服轻柔温暖，这个时候维持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观。所谓观，就是因为你达到了这个地步，这个就是因为你的心念呢，粗的心念比较清楚了，小的很小很小的心念还是有的，每一个细胞的呼吸都有，小的心念自己都体察不出来的还是有，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就是没有心念，是有，但是很细很细的心念，它的生理的反应在你的腿跟全身的肌肉上，在这种心念变成很细粗的妄想没有的这个境界里去想想佛讲的道理，这个叫观。那你心念很粗，身体的这个生理的状况还没有进入状况之后，你再去想想这个那个什么无常无我，大概这个都是玩的，那一点效用没有。那么等到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想一想，原来这些怎么样怎么样，佛讲的道理。那么我这一次呢，阿耨波罗进去，那么稍微指的这个境界比较好了一点，啊，好像有一点把握了，我就开始观。但是这个观以前我是用那个空观，啊，因为好高骛远嘛，啊，比较玩聪明的。那么这一次呢，我忽然想到一个过去一个经验，就是说我在民国1984年时候，我头一次闭关一个月，那个时候我记得是中秋前后了，老师专门替我呢开一个闭关的一个好像是典礼一样的，大家就聚在一块儿，老师坐上去，因为要开始闭关以前我向老师顶礼，我跪上去磕头，我举头一看，哎，奇怪，还是这个衣服，蓝色的长袍，帽子没有戴，那个时候没那么冷，觉得老师不在了，哎，奇怪，明明是刚刚坐在那里，这个不在不是我的眼睛看到不在，是眼睛是看到他还是在那里，但是我就觉得奇怪，那他的心不是在那个停在那个身体里，好像他的普通跟我们讲话的那种心的作用啊，跟我一磕头一上来看那不一样啊，我就找不到他的心在哪里，那个时候只晓得只觉得他的心好像扩散到不晓得什么地方，好像都是他的心眼，那个时候不会用这个法门，也没有看过密续，这些东西都没有接触过，因为我事情太忙，很懒惰，实在是太没有用功，所以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事情，我会觉得哎，奇怪，他跑哪里去了，明明是坐在那里，但是好像他的心不在那个地方，到处都是他。那后来呢，我看过《楞严经》那个无二文殊，哦，原来这个样子。那么后来也读到这个密续，什么上师相应法、上师 Yoga， 哦，原来他们是讲这个，我是从事实倒过来才知道这个事。那么这一次呢，到了习比较好一点，要关的时候我把这跳过去不关，我接着是用上就加想，我前面差不多是跟那个时候跟老师磕头的那个距离一样的距离，那么大小那个时候一样的大小，本来是有的时候会变成很小很小，那很小的越听的时候可以小一点，但是把它放大的时候反而不好，不好的征兆你怎么自己知道呢？开始观有一点不对了，指的那个这个腿的角色啊，马上起变化，
就马上晓得，哎，这个还不行，又重来，又重来做数随。那么弄调整好之后，一关，老师在那里，但是心呢都偏在，老师跟文殊菩萨，我是那么直觉，就是文殊在那里。那么自己的心好像他跑到我的心来，跟我的心合一了。这个是只能讲这么讲的，不是那么讲的，就是这个样子觉受，这样自己来。那么当然是因为老师的心是不晓得找到哪里去，骗债嘛。那我的心跟他合一了，当然我的心呢，就变成好像虚空藏菩萨的修法一样，自然就变成心这里地方啊，就变成好像一颗很大很大，没有限制，很大无量的一个很透明的晶亮发光的那个宝珠一样，在这个地方就映现，哎，各位了没？并不是这个地方，连地球啊，什么太阳系，所有的，有的时候会可以，那个，这以后有的时间谈，就照进这个镜，好像这个牟尼珠的这镜面上，这就只在这个地方，这个是观。我是用上师相应法，用佛学方法，就只是我想他跟文殊一样，他的心偏在，我跟他一样，我这种妄想心根本来误会为是我的心，本来佛就叫做我们攀缘心不要把它当作自己的自信，本来就不是这样，因为有这个事实，我就比较容易懂得这个道理，而这样做一个观，然后呢观了好久之后，后面的那些步骤有时间再向各位报告，先报告这里。反正我现在向各位报告的是，为什么能够做到的？我没有从理论进来，想来想去，唯一的就是初次见面，老师头一次见面时候，他坐在我前面叫我盘读，我也不会盘，他叫我闭眼睛了，睁开了，闭了，知道张开的，知道眼睛闭下来的，明暗交替知道的是谁？我心里想，我这老早知道了，但是奇怪，没有过多久，老师的全身呢，就好像站在我的前面，一会儿就说印进来，不是从头，也不是从底，就是整个那个印进来。这个是一次经验。第二次就是闭关的时候的磕头，看上去找不到他的心，啊，这个是第二个，完全是由于这个真正的经验，我相信他，并不是听看他的书写得好，诗歌那么好，或者你讲得很让我服帖，我没有这样的话，我不会那么信，就是这个简单的事实让我真信他就是文殊菩萨，因为我信他文殊菩萨就是文殊菩萨。如果各位有这么信心，纯净的心，看作老师他是一位观音菩萨也是可以，佛没有固定相啊，众生也不可思议啊，佛当然也没有固定，你认为南老师的那个影像变成很慈悲的观世音，哎，那就是他就是你的观世音，我呢是文殊菩萨，各不相干，大家都是一样佛，所以最要紧的是你能够有这种体验的话，就不必什么理论的那个东西，都是后面注解的东西。希望有纯净对老师的佛法跟老师的这种信心有了，一定成功。别的没有什么，我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向各位报告，因为笨，所以只有信。谢谢各位。啊，这个洪医师的报告，我希望他讲个医学的这个科学给大家收集做参考，结果他讲他的佛法修持也好，很好啊，不过不要推崇我啊，这个话靠不住，他的修法啊跟我没有关系。这个洪医师，我特别好像有一年特别要你们请他到闽南佛学院演讲过，有吗？一次还两次啊？你们大概那个时候你们像台湾来的洪医师啊，
佛法自然说佛究竟修持到什么，你们大概信心还不够啊，接了一次缘。他很懒得出门，他的病人也多，事务也忙。这次为了到这里来，哎，老实讲老朋友，我就故意逗他一个电话，我说我再到厦门去打车，你我指定你非来不可。哎，这个我晓得他做人，他对我的感情特别，我也指定了他，难怕丢了家什么都不管了，只好来了。哎，他这个意思是在大学里，台湾大学读书的时候高材生，毕业了以后很有名，在台湾大学的医院啊外科主任也是高手，后来自己开店。他的特别之处，所以我们这两位大医师都是大菩萨，所以一位是管妇产科的，悲惨的惨，他自己讲的，就医生很悲惨，没有私生活，一天到晚苦得要命，睡觉睡不好，有病人就叫他，所以他学的是妇产科，悲惨那个惨啊。但是他管生的，洪医师因为当然他不大会西医，他中医也非常高明，针灸也很高明，一切都很高明，看风水也很高明，算命也很高明啊，高明的呀，一样都不高明啊，太高明，嗨，一样不高明，开玩笑了啊，真很高明。那么他讲首富以后，我说希望他跟大家报告，尤其他身兼法院里头的法医，受了死了的，冤枉死了的，还在跟人家谋杀的、自杀的等等，都经过法医的证明，所以认为有问题，政府就要追究下去。这个啊，这个人不是自己死的，一定要能谋杀的，是不是这样？就根据他的诊断判断，所以他的捏看过的死人在跑，哎呀，很痛苦的。又说人死了好久了，还要棺材打开，第一个上去就是他，最臭最烂的都要念。所以他这个生死的道理他看得非常多了，甚至我问他有没有鬼，哎，他有时候很奇怪的，这个东西很奇怪，他是绝对科学的啊，不大相信，他说有时候很奇怪的。啊，他有一次一个人女人吊死了，后来发现上去医，连法官啊警察都不敢上，他是医法医啊，他的医生只好自己上去把那个烂掉的女死人尸体割下来，那当然很臭很脏，啊，那是很可怕的，自己也容易中毒，所以他的功德无量。这些道理我想本来要他医学上报告给大家看看，也使你们知道修行啊生理的变化，让他的经历很多。不过他结果不讲这一面给你们听了，那个南极仙管生的，我说叫他北极生针是管死的，北斗七星管死的，要长生不老赶快要拜北斗七星加币啊，这个诸葛亮拜斗就是拜这些北斗七星的管死的，一个管生的，我希望他两位一直希望有他的经验的一个管生的一个管死的剧作出来，他们两个还没有跟我交传，要这么配合佛法的生死道理，佛说如台真，怎么配合他，他们没有交传。晚上他的报告非常精彩，又去告诉你白骨观，他所讲的观啊，这个尾椎骨上来腰这里啊，这个骨头东胸口，佛说的禅密要法白骨观上真的没有讲，他自己摸出来，可见他多生多世修行的经验。这一点我会替他证明，怎么证明呢？我在二十
六那个时候在成都这一帮朋友，当然这些人也不晓得我学佛，哎，这些凡夫不懂啊。那个时候成都有一个高人，隐在成都，这个人在佛教史上你们找不到，都你们这里有关系。太虚法师当时有个弟子，有个叫大禹法师，大禹法师他的俗名叫什么？北洋时代推翻满清以后，就国教育部的次长，地位很高，出家了。出家了以后，跟太虚法师是剃头的师傅当了和尚，他自己参禅修禅宗的。那个时候，民国初年，谁都知道大禹法师，大禹法师有神通，真的有神通，参禅悟道有神通。因为他晚了神通，神通都外人通啊，都表现犯债的，很严重，犯债的，佛不准大家玩神通的，有神通不准玩，所以禅堂里头更不准玩神通。如果是禅堂一个比丘，如果悟了道，有了神通，在禅堂里用了神通的话，千担，在日常从令制度千担就赶出山门，不准进来。赶出山门老规矩，跳门槛出去，还要倒转来跳出去，以前的老规矩很严。禅堂里有个比丘有了神通了，他突然高兴的很，隔壁半夜了，大家坐到半夜，那个杜国武不识哦，他看旁边领带隔壁坐到这个位置来，看看这个师兄弟啊肚子饿了，他你想吃东西吗？已经到了十二点，过了就是可以吃了，他没有东西吃，那简单，厨房里头啊有锅巴，和虚云老和尚是年里执行那个。这个不是虚云老和尚是啊，有些大和尚年里执行过午不食，厨房里的锅巴都锁起来了，怕人家偷吃犯债。他说那锅巴怎么拿得到？他说你要查，他说来把礼金锅巴拿出来去了。这个大和尚是庙老，坐在方丈室，也没有在禅堂。第二天宣布，九天禅堂有人犯债，加出来。他碰到大和尚没有办法了，乖乖就站出来，欠债，你做了什么事你自己知道。是不是？大禹法师漏了神通以后，后来在国内找不到大禹法师影，结果大禹法师隐居在成都。他的一个皈依弟子，你们这一班老头子老太太都不认识，他年龄比你们大。他的皈依弟子叫柳亚修，以前在军阀时代在北京做四川的代表，这个人有风流，要想修禅的哦，那古时很多啊，大禹法师、大勇法师到西藏修佛法都是他们供养。那个这个里头历史故事很多啊，我要写出回忆录来，比小说还好看，比武侠小说好看得多了。后来袁先生告诉我，哎，你要不见大禹法师你知道，我听说过死人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你要见他吗？他我常常跟他见面，我呢在柳亚修家里，刘洋说两夫妻供养大禹法师在家里啊一辈子大禹法师有时候脾气蛮大，写一个条子要什么什么多少钱，他两夫妻都买了，并不是因为他不当和尚还俗了，穿我这样一个长袍啊，最好房盖给他住的。那么袁生你们累不累啊？累不累？不累啊，要听故事好玩啊。然后他带去见党，我说那当然，这个人我是非常
哎，好，见到了。远生就讲，我这个学生啊，这个孩子啊，很有这见地啊，他谦虚啊。远生一定走到自己很谦虚啊。大云法师，我说就是我给他磕头，他赶快站起来跟我回礼，不能不能不能，他说很谦虚。他说你打起插话头参观吗？我说参啊。他你学生叫你猜什么？我斗智有复生也无，我说他叫我参这个话头，你破了参吗？我说我不知道啊，管你知道不知道，斗智有复生也无啊。我说有啊。狗子有复生也无，我说有啊。我说我早知道了，有一切众生该有复生，为什么狗子无复生啊？无参狗子无生的话都是这样参的、啊、狗有没有复生啊？无，有没有复生呢？无，一路无到底啊。我说有啊。他跟我来去去好几天，他说狗子有复生的无，我说法师，告诉你有就有，啊，你不信，我告诉你，你的座位我都把你翻起来了，我抓到他椅子，他说不要动手，不要来这一套啊，不要来古代的那个禅宗，把老师座位都把他熏翻了，把他熏到地下去了啊。好，后来我们很好朋友，不过我对他很恭敬。他的确很了不起，甚至走到街上，我有一次穿个军官的衣服，很神奇的，突然看到前面一个老先生穿个草袍过来了，我一看是大愚法师，在街上很多人，我也不管，就跟他跪下来顶个礼，他就跟我抓起来，不要这样，你是个这一套盛装军服在身，在街上跟我顶礼，不要吓唬老百姓了。我说没有关系，那些俗人混蛋，死老百姓管他干什么？我们来走吧，去喝茶去。后来我问他法师啊，我说你大彻大悟的人，现在如何用功啊？我告诉你很奇妙。嗨，你这么问我，你比我高明。哎，我说不要胡扯了。因为我这个人不老不少的，随便跟那个都开玩笑啊。老人我很恭敬他，但是很开玩笑的。他说我告诉你，我现在什么都不用功，我就告诉你一句话，你知道啊，嘿，屁股上面第七节那个骨头特别注意。我说什么？你说我将来会得腰病啊？哎，他说不是了，你将来会知道啊。后来讲了算了，等到我后来正式提出了白骨观的时候，我有一天把佛所说的每一个白骨观法门我自己思念了以后，就是很重要，就是弘一师发现那个点，这个大愚法师就会，你看你说他没有神通啊，他就断定我30年以后就需要这一点，他就先讲了。你说他有神通没有神通？所以弘一师讲的这两点，白骨观配合安乐般若，对第二点他说的我也没有跟他讲，他讲就对了。达摩祖师告诉你，用安乐般若的法门，要想快证涅槃，最好利用初息。就他讲付出去这个阶段最重要。那么达摩祖师本没有讲，一般人修气功的都认为把气装进来再发生功能，那是反复正开，要是快证涅槃得到，这是达摩产生的秘密化，他今天把自身的秘密，这是密宗，在西藏就是大密宗，他没有保留，他很慈悲，就贡献给大家，你们都
不过他的话对，你们都去思念。第三点，他讲的对，你看佛经，看安乐部，看这个阿含经，看戒律上，佛在世的时候，他的弟子正在阿罗汉的人，好几个都自杀了，而佛还公开瞪起眼睛让他自杀了。为什么？因为修百部修到某一个阶段去创造。这件事情我都忘记了，他整体又重提起来。真的，洪医师自己在家乡高雄收这个，有一天晚上打个验声了，我忽然听到电话铃响了，哎，又拿起了他，他说我现在苏醒就不想活了，想自杀。即使他也没有回心，也没有不对的事，修百过关，我想一头撞死去。老师，你看怎么办？哈哈，我一生气气了，我说你去死吧。就把电话一挂，哎，啊，真的有这种观念。你看佛经上对照，所以白骨观我只提一下，不主张你们没有这个福报，没有这个气派，不用一说。连佛在世的时候，这些阿罗汉修到这一步，都产生了偏差的问题。但是在佛在的时候没有关系，这个偏差很好。可以说佛在等他在中阴身马上是他大成就了，没有佛在世不要随便搞啊。阿罗波罗在稳当，所以洪医师在这个报告这三个要点都很宝贵的，我向大家替他做个结论。今天时间迟了一点，因为明天晚上不会有了，全党就清静了啊，圆满了。明天下午三四点钟大概就会啊，我们圆满结束。现在诸位，阿弥陀佛，回去好好念。